入伙就两个已经给你差不多了。今天嘉义有直播吗？有啊，嘉义应该直播咯，嘉义应该已经在直播了。女风扇，赶快出太阳哦，赶快出太阳哦，要求我。你们野生的十二两一斤四千八，有啊有啊，你大量是十二两的，一斤四千八，半斤八两，十二两一斤四千八。哦，那我姐，我有没有穿雨衣？我骑车有穿雨衣，但是现在没有。因为现在重点不是身体，现在重点是手。因为我必须要一直拿手机滑，所以我不能插口袋，所以就会冰冰的。哎呀，哎对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海鲜跟佛跳墙，赶快来买哦！他可能会缺货，他可能会缺货，跟你们讲，因为这么冷，还我听说这一次会一直冷到元旦吗？你这一次会一直冷到元旦吗？很冷吧？好像会冷到元旦去哦，然后赶快哈，海鲜跟佛跳墙哦，他大家最近都是一次都拿好几次，很快的就会没有货。最近大家都一次拿好几百而已。要怎样加入看直播？你现在不是在看直播了？没几包哎，好吧。哎，你要几包？无，起码是好几元。起码是好几元啦，好几元几包？好几元几包？啊，上百元三五尔。哎，啊，你几上百元？我说，啊，上百元你几上百元？啊，对，加在加在加在，有错哦，有发跌发跌。哎嘉义市，嘉义等一下开，等一下他就会开直播啦，他等一下就会开直播了，应该已经开直播啦，嘉义已经开直播啦，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已经开直播了，你自己找一下哈。好卡。别多别多，你这样抢我用，别多用我。这个两百，Hello， 丽露。一条两百。哦，丽露是另外一位。你为什么说我反应很快？两条五百啊，一条两百啊，两条五百啊，一条两百五啊，好吧。这次震荡很严重。好，你说副北极震荡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在半个月你就能回台湾找信宏买海鲜，为什么不找他买？为什么要找信宏？为什么不找他爸爸买？我不卖他了，不卖你啦，你也不用过来啦，嗯、没稀罕啦。回台湾为什么要找信宏？不找他爸爸？起码没稀罕啦，没问题啊。
百多块呢。儿子比较有趣，最好是爸爸不有趣。有啊。小文早，你那口早，你那口，你那口刚才是不是跑去？今天有公阿姨吗？有啊，今天的公阿姨是大只的哦，而且是憨公啊哦。今天的公阿姨是大只的，而且是憨公啊哦。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大只的憨公啊哦。今天心情好。哦，你住台北去土城真打信号，安尼关中里，关中里。那不要去当。哈哈哈。那么近了呀？卖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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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卖来了，卖来了。你记得讲哦，今下较安早，卖鱼啊较好食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吃，你想买啥？我讲叫你叫再一个高赛看好吃。你讲后摆叫你叫再高赛看你要买吗？会上人吗？高赛嘛，家人有啊，家人哇，你的书哦，像超黑的，你都超像黑的，超黑的，买300可以吗？好啊，变啦，好啊。红哥，我最后到底买300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不买，不要，不要啦，哎呀，不要吧。我知道你可以的。有啊，哎呀，是非常好的。这个，你是讲靠边的啊？这个靠边，靠死的。我们这样子总共多少？啊，300、3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。鳕鱼头套肉吗？有。有。买一份。啊，大只大只，给你付大只的。大只好啊。大只好诶。是几号哩？大只。我来订的嘞。来八条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啊、只有今天哦。问题是我订的吗？落地啊，落地啊，你又没有。好了。那这个600的上一次出现一年多前了。谢谢。因为这个鳕鱼头刀1100的上次出现是一年多前。所以啊，赶快，也没有很多啊，现在大概剩15箱还是6箱？好啦，淘多淘多那里，六七五，凤凰吧，淘多5件而已啊。哦，淘的只有5件而已哦，整箱的只剩下只有5件而已哦。包啦，不要整包，没有很多，要拿整箱的赶快注文哦。剩三件呢？剩3件，剩三箱而已哦，剩三箱而已哦。
箱的剩三箱，剩下的如果这个整箱的小大大的卖完，就剩下那个整大箱的小比较小的石头刀。我把你好想叫来。澳洲没有这些海鲜能吃，澳洲的海鲜很多啊。澳洲不是很多龙虾？澳洲龙人很多人黑的，澳洲很多龙虾。澳洲不是很多蜘蛛？好，坐一下。拜。有澳洲。他刚才说澳洲很多蓝壳是什么意思？你听得懂吗？澳洲很多蓝壳是什么意思？你听得懂吗？他说 OK， 他说 OK， 哎，老板，哦，比较温暖的，太阳出来了，赶快来哦，比较温暖的。乌鱼剩大概八只啊，然后整件看整箱的那个头刀剩三箱。那个啦，几斤啦？几斤啊？这个？八包。终于比较温暖一点了。余会啊，明白。能吧？今天冬至。哎，我有买元宵了，我买那个清源村的元宵。你知道元宵跟汤圆的差别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元宵跟汤圆的差别是什么？我爸，我爸，元宵是用滚出来的，元宵是用滚出来的。好，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我爸来了，拜拜。龙王喝红酒吗？他什么酒都喝吧？他什么酒都喝，米酒头阿无啉哦。米酒头阿无，海头阿无无，米酒头阿无啉啊。你安尼讲，到到时阵专门开米酒头，你莫讲。不喝酒的人，他不喝酒啦。这黑松沙士啊，这款黑松沙士，这款那是黑松沙士的特别包装啊。现在的黄金枪，黄金枪哦，哎，这有换掉，有福州碗油，三条200。挑三百啦！我为啥把咱们的包就为了钱嘛？我为啥把就为了咱们啊？哦，儿子结婚没有？还没啊？他现在近视眼。他现在拼事业，没有要结婚。他这几年要认真的拼事业，等到事业拼好以后，他才会开始想要。三百啊？还有可能。三百啊？成家。黑松沙士你不相信？黑松沙士啊，姐姐，这一罐是欧熊啊。阿伯，你不讲成公公啊？你到底干的是啥？没来过呀啦！谁该来？啊，少林是姜啊，头多。这已经头多几斤啊？嗯，这样都老了些啊。哦。
现全嘛。嗯。莉莉安，早安。欸、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他有空吗？你觉得他有空交女朋友吗？你觉得他有空交女朋友吗？他怎么有空交女朋友？等一下，小姐，我为啥把你？我为啥把你？你还就那只可怜嘞？请来啊，一人请来。那么这两年就是看有这个机会，赶快努力打拼。六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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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结婚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结婚，他现在没有结婚，他现在单身呐、啊。阿姐好像，好像找另外一个工作的，好像没有做。谢谢。对，对，单身。哎、欸，你福州碗要一包 ，OK， 我帮你旅游一包哦。那不可以啊。贵只我唔知有无，退退了有。贵只，贵只敢有，敢有诶，两千五，我记下再听到伊讲，是两千五。贵伊，贵无无啦，无啊，再袂落啊，搁当时搁只面那无台嘛，无台块。哦，好吧，啊，那就是冷冻而已。系啊。啊，后面人无去人，后面人。无去人，无去人，好去人，无包去人。好几碗一包哦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个后面摩托车吗？爸爸，叫他停进去。我到时间给啊。不喜欢呢。三百、五百、五百，这边。啊！你好贵哦！啊！来，那边有你。我知，无啦，好贵啊！这夜来，等下我直接点出来。福州网，我帮你聊啊！哎哎哎哎哎！是吧？莉莉啊，你每天追着我的直播看，就是没办法买。你住哪里呀、啊？你住哪里？哎，附近我个，附近我个，我买布啊，啥买布？都一样，我找鸡蛋。那扁的是那个啦，包鱼啊。肯定，肯定真的没办法，肯定真的没办法，肯定你真的就只能看着而已，没办法。肯定很。肯定，就算你是肯定你要去屏东的离港也要一个半小时哎、欸。你住肯定，就算你去屏东的离港，你也要一个半小时哎、欸，那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白配的话，你可能要找高雄那边的，这边他没有白，他们这边没有白配，他这边真的没有白配。没有火跳墙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啊，你房子老了，像龙哥啊，看你看看，你看。到底我几想想起来呢？
就是对着村鸟去，你该来处理。你该来处理就好。对村鸟尔，到底怎么样？所以怎会这样？等你去做点去摸了讲。伊九点到。这门都结尾是搞顺人顺车个生意到位啊。这边呢？没有，就是汕头跟南京。哎，人家人家老子一样，人家人家不会好像也是不会啊。你要鱼鲷饵、鲈鱼饵，我看一下鲈鱼。